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 FURODO 百年欧系煞车品牌得您信赖耶、yeah, yeah, 你看我身后两只野马两只野马一只是泰山的黑马我这是橘马哪来的、啊、拿来跟你比较的啦、欸泰山一开始我以为都一样哎、欸，说五代六代我看起来不是都一样吗？哎、欸，比较起来真的有差嘞、欸嗯。你看一下，这是你的头，我的头。哎、哦欸，他刚才讲哎，好像三代的福克斯跟3.5代的福克斯差在哪里？马丁头啦。对，别的款不一样嘛，就是多一个马丁头。哦，灯哎、欸、也不一样了，引擎也差了啦。你这个是3.7的自然进气嘛，我这是2.3的涡轮增压的。我这个有314匹的马力嘞，你的300几匹嘛？305而已。305。欸、其实也还好，可是哎、欸，光转起来，你看哦，自然进气3700cc， 它才炸出300几匹，可是也算很厉害的。可是这个更厉害，2.3就可以314了。它税金也差很多啊。对啦，这个有这个的爽度啦，这个很顺，然后就加速就是平顺啊，这个是涡轮增压是比较暴力的感觉啊，对不对？一直冲啊那样的。来看一下外表嘛，哎、欸，野马到底多喜欢拉那种线条？你看这边也拉，这边也拉，哈，黑的拉红的，红的拉黑的，为什么那么喜欢拉这个肌肉？线条美式精神吧、欸，人家的屁股你看多风云呐、啊！哎、欸，你看这个谁，人家屁股多大、啊，嗯，都凸出来，不比较都不知道、啊。你看这个人家无边框连在一起，哎、欸，一个小框框而已，比较坚固、啊。你买车是来干嘛的？对啊，还是有改过，真的比较穿一点。人家有那个 F1 灯呢、欸，哎、欸，人家的马比较大只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的第三刹车灯这边它应该在上面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对啊，在上面啊。哦，这个。对啊，在那边啊，嚯、哦，那种毛差嘞，这个我开过，嚯、哦，我那天开去我家差一点开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太大了，太宽了。哎、欸，那原厂配置的轮胎我记得是19寸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18而已，235/50/18而已啊。耶、yeah ，你看它的内装，好多咖啡啊。我的。好、哦，方向盘我记得跟你不一样了。嗯，啊，这个好像都跟 Focus 一样。人家差很多，差很多、啊。方向盘跟我的差很多。看人家都帅，你看这个，这样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我还蛮喜欢。然后还有一个大平板。你的不能装吗？啊，不行，不太一样，对吧？这边有一个零件盒，零件盒就是要放零钱。真的有零钱。哦。哎，这就是让你打电话用的，1块跟5块。现在有人在打电话。这个了，哎、欸，泰山我换了捷力啊，你看，嗯、你看这什么？福特啊，福特，你看你的。哎呀，我几架呗，我是几架呗呢？耶、yeah ！哇，好像也只有这个赢而已。内装啊，比较一下。哎呦，烧包用红的啊，气囊断掉一样。你知道差也蛮、欸、多的嘞，哦。这个就是旧的，就是二代啊，二代 Focus 就这样、啊啊。那个是真的是三代的开关这样。啊、真的被你讲到，大同小异啊，可是说每一代本来做法就不太一样。虾有同款。来换了六，咱你也不要听好吧，我一台一台换。好，来哦，换了哟。来，我吹一下哦。再换，噗。比较凶，换这一台。对啊，换这一台，来哦。有不一样的感觉，这个就涡轮的触发那种感觉啊，这个就会感觉上比较雄厚，因为你的吸数比较大，大吸改出来的排气管就比较好听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。对啊，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。啊，这种就是会再推会有点比较尖锐的声音，比如说像我们 CHR 一样，它就会呜呜呜啊，有点像吹口哨的声音，比较类似这样啦。好啦，啊、那等一下要干嘛？试车，弹射，弹射啊，不是这样啊，好没有？我们要开这个车去追了，追什么？追公车啊，什麼啊不是追马车，追公车啊！哎、欸，我想说追公车没什么，我追到我上车好了。里面看有没有小姐问一下说，哎、欸，你刚上车有没有看到公车外面贴那个人？他说没有啊，没有，那个就是我，再帮我看一下。如果是讲没有的话，跟他讲一下；如果有的话，哎、欸，那个就是我。你敢吗？不敢，不敢，我跟你心态。啊，好啊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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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
好了，现在要去追那些我们一起追的公车。问题是好像追不到，追不到。这公车都很快哦，特别是公车没坐没几次，不太会坐哎。哇，他现在已经到这个民生社区了，塔悠书上门。等我们到，他已经进去休息。书上门就停止了、哦。对啊，可以停车吧？应该可以吧？那我们就停车，我们就上车好了。我们就跟着他坐一站。他怎么回来？他怎么回去？这不是伙计，伙计开过来，啊，开过来。可是这台车敲看看到我像有啊，一点点。我的感觉就是底盘有一点稍微硬。大致上应该还好，我是跟你那个一样，比较欠之类的，看一下。可是我觉得整体坐起来的感觉比较硬一点。有个起起甩甩的声音哦。对啊，哪里来的？这里。为什么叽叽呱呱？这个啊。你马都这样哦。我都会啊。你马都这样哦。啊，麦力照一定会给我对不？马蹄声嘛。也会，也会哦。就是有这种小杂音，你有时候听一听会麻烦的。那我已经冻不了哎，我一定给他冲个火枪。是，啊，这是跟他冲，塞什么？就跟你一样嘛，气囊反的嘛，拆掉啊。类似那概念嘛，拆下来。哦。对，一样先拆嘛，再想办法装回去，装好。拆光光。先拆光光，没有声音，表示真的组装不好。嗯。对，组装不好就是把它再装好这样而已。嗯。那你觉得你开过我的车那么多次，你觉得跟这台车开起来有什么不太一样？好像差不多哎，是啊，野马，没有你的力道不一样，你的那个比较顺这样冲，踩下去是不容易开，就是一直先比较前进的一直冲这样。哎、欸，你的气囊这么大颗，小颗的吧？我的是大颗的，我的也是这样吗？差不多。其实它这个多这几个功能吧，你的应该没有这个哦。我的没有，没有定速吗？有定速吗？我有定速，但都坐在这个上面而已。对，我没有下面那些。它是多一个资讯，没有跟那个音乐跟定速。然后它的出风口是这种，全部都是这种。哦，一开始看到是公车游览车上面的，其实这个设计真的很好，不会坏啊。很多后来设计都是做这种原理，可以360度一直转的，看都不会坏啊。嗯。啊，那种局限就上下左右就这样而已，这种可以叫任你转。是。但是我的车这边没有这只，为什么？我全部都在那里，整跟宾士一样多功能。雨刷跟方向灯都在那一只上面。是、哦，我的是这样，跟我的一样，它分开啊，它是左右啊，这雨刷的、啊。所以我刚开始开的时候，我觉得哎干、欸、雨刷不见了，哦在那边、哦，我的是转的、啊。这好像后视镜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后视镜。后视镜不一样、啊，对不对？有差哈、哦。它有盲点吗？没有啊。它没盲点。没有。好、哦，美国车都没盲点。那我问一下哦，哎，这台车的迎宾灯变海马了吗？海马啦、啊。这台是海马。嗯，这个海马、哦。所以这个算它的通病。对。看像它最照的有的错晒啊，都换一下。是哦。看那一颗2000多呢。也蛮好换的啦，是蛮好换的啦，对，但还蛮贵的。可是如果一直坏就很烦，不是吗？上次那个目前到现在还没坏，代表还没漏水。可是这样不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做成不防水？不坏它就赚不到钱啊，灯坏了车子不是有什么问题，那你只要跟我再换组灯就好了。原厂叫可能要3000-4000这样，就可以赚3000-4000，然后工钱1000。对啊，这样。啊，已经试完了，差不多啊，开起来都跟你车差不多、啊，有它变速器也有改啊，所以卡钳也有改，刹起来的力道还算，所以它五六代其实没有差很多，只有那个加速的时候感觉不一样。就是、对，就是因为一个是自然最差最大的自然进气跟涡轮的感觉了。只讲这车卡要修修理一下，车卡好像。看起来这一代的怎么讲，外表比较帅一点，比较看现在化了，应该这样讲。你那个有那个比较老的线条，你知道吗？那些老味儿是该老的。我懂小林啊，他现在那个该新点。是，但空间还是一样很小，后面。空间本来就不大、啊，坐车空间都很小，后座是硬挤出来的哦。对不，是不是对，为什么？
对吧？有点零钱哦。没有啊，就是这个跟这个磨到啦，这里啊，都是这里的声音呢、啊，还有这个，有没有？那我一点都没，我一点阿群吧，香港没钱了，把这换掉，换三万表。哎、欸，他要去中和，他绕一圈出发了。那我们只能追他后面喽、哦。哎呀，绕一圈出去了，我们去复兴站好了。复兴站怎么走？连红红怎么走？我路痴哎、欸，他等一下要经过林口长庚站了，是不是？他不会去林口了。不不不，长庚站啊，说错了。会，还是我们直接去那个、啊、小巨蛋？小巨蛋是不是走这条？小巨蛋这边直走就好了，那边应该有地方停车吧？没关系啊，最终会有一个停车场。哦，好，反正我们先往小巨蛋去了，就休息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他从中和来嘛，然后进台优的总站又出来了。他很快，他尿个尿就出发了。对啊，很快哎、欸，我没有想到这么快、欸。他现在在后面，他就应该会停在那里，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绕，我不知道追公车这么紧张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时候你们是坐公车哦。我跟那个男生乔宇还是那个女生乔宇、其实不是，是那男生刻意，原来是这么的不简单。男生做足了功课才有办法做到乔宇，他已经从早上开始做到晚上，他遇到你了。好可怕！不然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这么刚好你也做，哎、欸，我刚好，然后呢，再才有机会再认识會哦，认识而已嘛。我以为你要说要不要来我家看猫，没有啦，我家的猫会后宫翻的。所以你说我要停哪里？继续走，继续走。会不会等一下把我们超过去？不会，你、欸、看他在后面了、欸，他很快啦，好快哦、喔！顶好市场，顶好在哪里？顶好在后面啊！尽你所能，赶快冲到华山，但是不能超速。欸、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我怎么超速？现在人正多了没有？可以啦，上去就可以问到人，不然还是你要问司机。你有看过我吗？嗯，没有。来下来，你下来，不是要打你，你下来一下，帮我看一下这是谁。现在在忠孝复兴站，然后到华山文创只要五分钟。假的、啊？我是不信啊，这种路况走到那边五分钟，真的还假的？果然是开公车司机都是啊高手，高手。还是因为他们想切就切，他都让他。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。因为那我人开较紧的啊，只能堵了。我要待多久才要停？你已经可以停。紧张的时候他打不开。哦，他不动啊？可能有位置就差了。啊，下车了。钥匙都不拿了，快快快！站牌在哪边？前面吧。好紧张哦！有吗？哎、欸，他已经去下一站了。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啊！善导寺，他已经去下一站。干，是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很短耶。他到那边哦。对啊。好吧。这证实了一件事情：开着跑车跟公车比赛不一定会赢。啊，不一定会赢。车多啦，如果车少我们就赢了。那你要不要比赛？我们看哪一天找个目的地，你开车先到还是坐公车会先到？好啊，可以啊。输的人怎么样？走路回家。输的人骑外壳回去，总比走路好了吧？哦，好好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们这样撸一下下车跑过来，他已经过去了，没看到车哎、欸，我真的都没看到车哎、欸。我去尿个尿好了，为什么还在闪呢、啊？我刚不是关掉了，紧张都尿都快出来了，反正他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今天追不到，就要改天，明天早一点追。好啊好了，你要关掉了，你看被变态被抓走了啊？还是说我们要早点出来等啊？假设我们在这里等好了，那、我们就坐到下一站。可是这样太快啊！以他的速度，不到三分钟就下一站了、所以明天直接去水门那边啊，就上去，然后就一直坐。对啊，反正就有时间嘛、问到认识的我们就可以下车了。哦，好啊。对啊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啊，现在要去追262，希望今天可以追到。追追追！丢一堆一堆堆丢你的心，堆丢你的。现在他在北一女。啊，这一站应该停比较久。对，悠卡真的是，这样很久了，你
这还能说吗？为什么不能说？我就是怕嘛，所以我再找了另外一张来。看这个啦，277，我被追了。1262，所以嘞，我们要下车吗？可以下车，但是前面一点。我们大概顶多坐个两站就下来了，最糟糕我们就是在总站那个什么，然后洗水站。我先来看一下啊，对啊，这台。哦，然后下一站是长庚吗？对啊。那怎么走？飞过来？就走到中交住宅。不管了，我看到我就要拦了啦。我好久没坐公车了。这间吧？不是啦。这个啦？不是啦。还不知道。啊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刚市区这一台是正常，怎么区？市区哦，区啊。突然觉得坐公车会紧张，所以我要挥手嘛。对，你要挥手。这不是，不要乱挥手。不管了，我看到的就要拦了啦。哦，看到都很紧张的，都好像看到车来就要挥手。我大概知道怎么问了。你看过我吗？应该这一台来就是了，在对面的红绿灯那边哦。啊，别给波浪马桶。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坐着我们上车了。那我们就一直问公车，问司机，也只能这样，不然没有办法。来了，即将进站。看这么准哦。哎，来了，这一台，这一台。哇，上车啊！看，是要开始问。是等一下不知道，就只要问司机，还是你要问上车？可以啊，等一下没有上车了。有吧？下车自己，我先上车。哇！问司机会不会太过了？哈哈哈我看外面有没有人在看广告的。没有人在看广告，大家都在看手机。我问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这台车你常坐吗？啊，你上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外面有广告的？有看到吗？看风车外墙贴纸。哦，是啊，啊，因为我今天坐这一班，是因为这个广告墙是我在墙上的，然后想说就是大概访问一下这样。我们是小资汽车生活频道，啊，如果你可以追踪一下，我们 YouTube 都有在上映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等一下你下车可以看到我就这样。对，等一下帮我看一下，好啊，机会就帮我追踪一下。好蛮怪，我昨天还追不到车哎。他很快，所以你看他很快。啊，对，我这一直跑，对啊。好，你要下车了。对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记得帮我看一下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就是他了。等一下跟他比这个。好好，看他很有看。还是就走掉。有看到。Yes。Yeah。三块。OK。OK 啊。他没上车啊。不然我都。啊，是不是？等下司机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对，后座先生，你坐好。”对。其实晚一点比较好，你知道吗？搞不好学生妹，年轻人比较会追踪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是我，这样，哎、欸，是我了，不要看手机。你看，没有人，包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是塔悠路了。对啊，今天塔悠路公车是很怪。对，为什么、啊？他这样穿比较快嘞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如果不认识路人，可以多搭公车。他带你走一些很快的路，我都不晓得这样转，我只会这样绕，这样绕而已。你要不要问一下司机？你都没有休息的吗？好像快要到了，总站了吧？对啊，总站在哪里啊？总站在这里面。哦，这里哦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没人来总站的哦。你们看到我说，哎、欸，你们没有下车？这平常没有人会来这里的。坐公车超快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要走了？没有停就直接走了，他直接就绕一圈了，所以他没有在这边停车，他回站。难怪，不然我就又小巨蛋下了。好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快下车那一站前，就跟他司机稍微聊一下，不然没时间可以聊。对，原来他没有休息，就直接绕出来。对啊，难怪你追不到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这班车你常坐吗？啊，你上车有看到那个广告的墙吗？有时候看一下。啊，这次你有看到吗？因为这个墙刚好是我跟我们老板贴在上面这样。
其实我刚刚有问了一个，他也是说有时候会看到，有时候就不上车没看到这样。那你可以帮我们追踪一下我们这是小资生活频道，然后你等一下下车也可以帮我再看一下这样。我姿势这样，就是这一班而已。昨天出来追他追不到，他跑好快。对，今天特地在那边等等他来，我再上车这样。就问一下有没有注意到这样，顺便刚好看一下这样。这边就是这一台。哦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记得就帮我们看追踪一下，对，小资记者生活频道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走去前面好了。好。啊，到了，我要走。站着的感觉又不一样哦，好像站着开车。我下车。下车。下车了。对对对对，你要看。他好快哦，他真的好快哦，马上就冲走了，没时间跟他聊天，他就走了。我们下次要慎选司机，要慢郎中慢慢开的。现在司机都很赶哦。对啊，哦，还蛮累的嘞，下次换小时来好了。好久没坐，坐起来感觉还不错了。公车真的是还带我走一些自己也没走过的路，有没有比想象中快？哦，快很多哎！反正我们今天绕一圈又回来这里了，一下子不小心我们跟他中和，又回来，又去，又回来了这样。下次我们贴飞机好了，我就可以上飞机去玩了。哦，这样不错吧？冲绳还是哪里？现在来不及了，不然去看 NBA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百年欧系大车品牌，值得您信赖。太赞！我发现公车比女生还难追，公车它会一直跑，女生如果喜欢你，她停下来等你，嗯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我去实测，哦，真的在追了，追了第二次才追到。好，感谢阿拜尔帮我们做这个广告，其实也蛮有趣的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。各位观众看到也可以拍照，可以上传给我们看一下。我们好歹我也追得蛮辛苦的，蛮有趣的啊。喜欢真的要帮我订阅分享，帮我们多分享多留言，对啊，好耶。有问你啊。我找看阿伟，什么人大便是圆形？我第一个想说，羊，那不是人啊。对，我就羊，羊不是一颗一颗圆圆，不是羊啊，是人啊，人，我人，我不知道哎，啊，我后来啊，我就会老太太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哦，原始人，哦，原始人，我打第一个原始人，原始人，我刚才咱做一个阿爸，咱袂当闹鬼哦，蚂蚁呐，高铁呐，蚂蚁，嗯。他有哪四种笑声？吼，咱终于嘛换了一层，你嘛不要蚂蚁，不要哪四种？蚂蚁呀嘿，蚂蚁呀哈，蚂蚁呀吼，蚂蚁呀吼吼吼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哦，蚂蚁呀。